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，出示必要。前言：出世者，修真悟道之人所共悉，然出世之路何从也？当今世人尚在茫然，今偶遇《出世必要》一书，内容尽属返本归家之导路，采取印刷以备修道之上士作为案图明灯。此书之意三教同宗，万书一本，其说不一，出远无异，为今修道善信，以此书作出世资料，属呼魔所差谬矣。仅以此为以证前言，明因果第一。上而天界，下而地界，中而人界，为神，为仙，为人，为鬼，为畜生，皆在因果之中。盖神仙是不昧因果者也，人而落于因果颠倒变化而不知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前世之因，今生之果也；今生之因，又出来世之果。因果不了，生死也不了。六道轮回，畜生四道，胎、卵、湿、化，人有二道，富贵贫贱。今生富贵是前世积德行善之因，好因结好果；今生贫贱是前世作孽造罪之因，坏因结坏果。生生死死，有本万年不子，十殿阎罗王掌管，什么因结什么果，他替你算得公公道道，丝毫不错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报有迟有早，有明有暗，有何极是算劫，乘除加减而报，故有看得见之报，有看不见之报。有因果就有生死，有生死就有善恶之报。无因果不能成作父子，无因果不能成作夫妻儿女。亲爱欢喜是因果，冤假烦恼亦是因果，不是天地定的，不是阎罗王强派的，仍然是人自造自受，无奈改头换面。姓张姓李，轮回路上往往来来，昏迷不绝。好因果上至天堂，恶因果下至地狱。人道之中，生在贫贱，千苦万辛；生在富贵，暂时作乐。然而富贵必多造业，来生又转入贫贱，若再有罪，来世变降为畜生。世上人不信因果，说人死如灯灭；不信报应，说只见活人受罪，那见死鬼代家。岂知道人之死也，行灭而灵魂不灭，灵魂犹如火种，可以吹得过，可以点得着。至于活人受罪，如水火之灾，疮病之苦，枉法官刑之冤枉，大半由前劫所造，在因私则定罪案，发到阳世来受。又有人生未死去，而魂已拿入因私受刑，此活灵活现，到处皆有，可知有受罪之活人，定有顶家之死鬼，死人最重。
了，在阴司自然顶家，即或脱身阳世，亦必作受罪之活人。试看都市之中，大陆之上，多少残疾不成形的，恶疮腥臭，流脓出血，终日叫唤，岂不是活地狱即在眼前？人在阳世多不幸因果报应，到了三寸气断，魂入阴曹，夜镜台前依照，没有不幸的。然到此时，悔之已甚迟了。大地男女，谁能逃脱生死二字？那个躲过阎君之手，究竟生死也可以逃的，阎君也可以躲的。先要把因果看得明白，知道为人未处，只此一灵，前生后生，原非两个，因果是生死之根，生死是受苦之趣，现处富贵总不长久，现在贫贱那有出头，大现一道阎罗殿前，可不害怕乎？如果善多恶少，尚保人生；若是善少恶多，则人生一失，万劫难复矣。因果中最重者杀业，一命抵一命，一刀还一刀，千百劫后躲脱不了。所以持斋者，正是怕劫杀因，积成杀果。一修行者了前世之孽的超脱之法，成出世之果也。开智慧第二，在红尘中聪明伶俐，分别计较，都算不得智慧。真智慧者，发心修行，求出苦还原之道。世上男女，性的因果，知道为善去恶，说今生未修，修修来生，这也是好人。但做好人，不过保来生之人生而已。就是行大善事，不过贫贱转富贵而已。再得上生，不过富贵转神道而已。这都是人天福报，小因小果，是未有尽之因。小因福报依了，依然堕落，况在恶浊世中，能保的世世为人乎？纵然世世为人，虽保于一念之差，一时之迷，生而死，死而又生，有朝坏事，前功尽弃，盖无生死所居者，不得不受生死之害，其害何在？在于妻恩子爱耳。有了恩爱之牵缠，自然要争名夺利，酒色财气，依其根来，贪甜痴爱到处皆是。比如一台假戏上了场，不由得你不唱，岂知道夫妻是冤家，儿女是债主，恩爱中惹出许多烦恼，恩爱中生出许多怨恨，酒色财气四大苦海，贪欧痴爱无边深坑，请看三寸气断，夫妻何能以同行，儿女何能以替死，功名富贵何能抵得住阎罗？不但妻恩子爱，一切名利是虚花梦境，就是这个身亦是虚假之物，罪不坚牢。一处恩爱受伤，有爱性命，罪不干净，腥臭秽污，不堪细想，各样苦恼，都是一生去受。各种罪孽，都是一生所造，
混过几十年，终归黄土而已。这个假壳子纵然能活百岁千岁，也是累赘东西，有何趣味？佛经说，四大皆空，人生乃是四大假合，水、火、风、土为四大。身中之精血足水，有热气是火，口鼻呼吸是风，皮毛筋骨是土。无常一道，精血干枯，水流尽了，周身冰冷，火烧完了，呼吸扯断，风吹散了，肉团腐坏，人归土了。四大一空，我在何处？大智慧人把道些虚假事堕，一齐放下。有妻而不为妻恩所迷，有子而不为子爱所伴。不求人间之名，而求天上之分；不想东市之利，而想西土之意。暂借假身，做各客欲，暗地讨各消息，元神藏在假壳之中，无人指破，便是没得用的；若指破了，便是无价宝山。世上假聪明多，真智慧少，所以不开智者，由于浅结根浅，有根定然有慧，有慧能见得长，看得远，自然会从生死上打算留心。这些红尘颜面上小事，都不在心上，攀扯不住自己。信道信佛就是根，仿道仿师就是慧。从今入道之后，还仗智慧做主，诚心诚意，有始有终，切不可一时高兴，久生退悔，依然堕落苦海之中。立志向第三，西方大陆古家乡，当初从那里来，此时何不向那里去？人人有分，个个能成，只在有志无志之分耳。你看千年古树可以成精，狐狸妖精也能修炼，为人修仙，比畜物少得五百年苦功，这回修行更加容易。盖三会华旗，收圆了道，千佛万祖，旗下东陵，偏得磁州。逢缘极度，赶上受点，一劫成功。若错过这会奇缘，则踏破铁鞋，无觅处矣。需要立起冲天志向，不在红尘安身，不向火坑落脚，走要走一条大路。然而西方路上拦阻者甚多，夫妻恩重了，儿女爱深了，这都是阻碍。至如亲戚朋友家门，说长道短，百样诽谤，尽都是断路的冤角。而且红尘之中有许多假热闹，最是迷人，酒色财气，贪甜痴爱，多劫以来之熟路，走惯了的熟路，舍不得，丢不开，斩不断，所以生生死死，做轮回之种也。有人明白，知道红尘是虚假，修行是好事，无奈牵缠挂碍，误了一生，总是立不起志。向来真有志向之人，一闻即行，舍不得也要舍，丢不得也要丢，斩不断也要斩。古来成佛作祖之人，弃江山，辞官职，别父母妻子，
去安乐而受劳苦，此等志向何其猛勇，何其坚固，志向者所谓愿力也。无愿则无力，愿大则力大。浅劫之愿，今世得力，现在之愿，皆不可错。发愿心，总要愿成佛，愿往西方，愿度尽天下猿人。若只发愿修来生，哼鸿福，便是大错矣。清陀累第四。落在红尘之世界，那个无泪？泪是因缘成熟的显象。孝养父母，夫妻之恩，儿女之爱，一切亲眷虽都是因缘，因缘不了则皆是拖累。修行人亲不了拖累者，则是披枷带锁，到死方休，那有出苦之日？真是忙得可怜，忧得无味，即所谓拖累也。累者不是全不要夫妻儿女，只要自己会安顿，果能夫妻同修，儿女为伴，岂不甚妙？若是夫休妻不休，也要设计调停，如果时时不同心，当各了各事，切不可你扯我，我扯你，一段恩情事小，万劫生死事大。有儿女者，完其婚嫁，不可贪恋牵缠，失误正事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育儿成人后，当了的事，要早些了亲，如自量有万不能。了的事件，丢开去吧，不要痴痴呆呆，想这样做那样，累到三寸气断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。夫妻儿女，原是一台假戏，锣鼓一些，大家散场，说什么悲欢离合？既然看破红尘，不想富，不想贵，不图门面热闹，自然少些拖累。再把恩爱观打开，拖累更轻。想尽道者，先要算计一番，恩爱如何割舍，妻子如何安顿。几尽道者，就要用七分功夫在修行上，只可用一二分功夫应酬凡事。静观眼前多少男女，名为学道，究竟落空，由于拖累不轻耳。中年人、老年人，纵然无夫妻之累，而有儿女之累，总是拖累不轻，甚且未顾及儿女而退到开界，为顾全儿女甘堕地狱，真是痴呆。天下最洒脱者，最快乐者，鳏寡孤独之人，在红尘以为苦命，在修行则毫无拖累，容易成功。若不加紧修持，实在可惜。总而言之，受拖累者还是中下之流，上等大丈夫何拖累之有？今日醒悟，今日能下手，功名富贵，爱子娇妻，说放下一齐放下，斩钉截铁，不动不摇，才是好手段。中下人半圣半凡，未必全然无拖累，诸如勤苦省俭，免得震累，安于藏拙，免得事累，应酬减少，免得情累，不起贪畅妄想，免得心累，不记冤仇，不恋亲爱，免得人我千金之累。然凡
是托累甚多，总累不尽，要亲自从事，又不得不累。诸佛菩萨为九二元人脱下苦海，受一场大累，开荒打蚁，受奔走之累，犯道结缘有之应之累，调闲以重，被言语用精神，又有无穷之累，遭风受考，拖累倾家，拖累性命，即使拖累死了，也没得半点怨恨的。盖在红尘之中，累来累去，拖下地狱，在道场之中，累来累去，拖上天堂。把这生死大事拖累上岸，就万劫逍遥，再无有拖累了。守五戒第五，三规五戒乃守道之根基，规戒不守，如煮沙做饭，何能充饥？修道的人不是粗守大略，要守精细，一不杀生，不但不杀，断断不可，养不可餐，日不犯杀生之事。倘若路遇杀生，默念佛号，戒犯杀戒。二不偷盗，要清白正大，不沾人一文便宜，不妄取人一点东西，不贪爱人一样物件。如有许多功德不清，即妄用人家功德，皆是偷盗。三不邪淫，不到邪淫之地行走，不与邪人往来，如抽烟、赌博、看灯、看会，尽多是邪事，定要断清。不淫者，不但绝淫事，定要斩淫根。男子目不熟视女色，心不妄动邪念，女子要装沉静，好无轻狂之态，嬉戏之容。至于穿戴，以雅素朴为好，不许华美艳饰。在今而言之，第一要守身不漏，若白日胡思乱想，夜里灵丹走泄，睡梦颠魂，阴魔扰害，就是犯淫之戒，还修什么行？此一戒最为难守，全要除杂意欲念，时刻提防，拴锁圆马，又悬关守透，丹田常热，呼吸升降，风火运动，方才守得住。九节功夫最重注基一节，基筑成了，如十五六岁之童体，才算得守真守戒。四不食酒肉，此戒一守，而吃一碗素饭，亦不图贪后味，甚见其福，贤者之风。五不妄语者，要老实至诚，当说的话有一句说一句，不必别天之业，不当说的话缄口莫言，若牵扯是非，花言巧语，当面虚哄好听，背后行奸作怪，此等人纵有小能干，毕竟福而不食，待罪不轻。修行之人最忌多说话，一则伤神气，二则惹是非，除劝善话人之外，总是装痴呆的好。真心学道之人，二六十中回光搭桥，莫守玄关，那有闲空时间说话谈笑，耽搁时辰，在道场中自己警戒，不要像他人一样，切不可张扬其事，这张扬造孽最重。二口伤人者，必遭恶报，谗口害人者，必有天谴。
在道中乱讲闲话，退人善念，误人好事，罪在不赦，一言之坏就堕了地狱，何而言之？弘誓大愿，归戒在先，犯了戒规，誓愿难逃，明帝可以瞒人，暗帝不能瞒神。暗示七星，神目如电，人间私语，天文若雷，各人们心细想，为犯者加工，己犯者速改，酒后必照莲花之境，尔等灵官边下，悔之晚矣。断疑惑第六。修行之人，全凭信心，信心坚固，功果有成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因不信故也。不信则多生疑惑。这个大道效法天地之全功，包含阴阳之妙理，三教经典都是印证思道，万事万物皆合道机，毫无可疑。读书之人生疑惑，乃是为文字遮蔽，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。下愚之人生疑惑，乃是为孽障尘埋，根浅而浮薄。有些引进道者，起初信奉大道，及久在佛门，反生疑惑，疑什么？一疑一事难成，二疑功夫难做，三疑普渡是假，收缘无期，四疑考魔厉害，佛不显露，五疑办这要钱，钱钱靠不住，六疑上堂变动，祖根不真，七疑败坏者多，心灰意懒。有了这几层疑惑，恍恍惚惚就要退悔了。加以耳根不硬，听那些旁门左道说多少奇怪术法，又想学习神通，或那些假祖魔师扯出来别生之业，又想更求玄妙，这都是吃亏上当，失误修行。真缘人要断去一切疑惑，比如做功夫，无论有效无效，总是依法行持，猛勇前进，不问成与不成，总是一心不变，死而后己。果能用诚心下苦功，断无有不成不孝之理。古来丹传正法难遇，当此普渡，闲沾佛光，正是千劫修一劫成，肯于者一劫发心者，即一世成矣。至于收缘大事，乃一缘十二万年中一大事，断断不假。但天机莫测，有早有迟，上天慈悲，等候缘人，一实难其矣。收缘一时不应，不必问收缘明道之奇，只需个人明个人自己知道，收个人身上之缘，自己孽冤消清，功德有余，便更明道身上阴阳会合，大丹解救，便是收缘。苦魔者乃上天好意，受益成魔，消了一层冤孽，一半是前劫带来的，九债还钱，难逃定业；一半是自己招来的，由于少赔善功，又不依法，不小心，假人考退了。不必说，真人考明了，正好办事，是真是假，非考不能分清别着，非考不能定人果位，非考不能讲到捐功要钱，并非是钱
咸肥己，无水不能行舟，无才难以开道，要钱印书替你行功，要钱办事替你广结诸佛缘，凑助普度收缘之事，一文也不落虚空。那道场祖根，谁真谁假，自有上天掌持，而做钱钱的也自然查得明。细听听钱钱交代，合道理的一心跟随，不合理的你自稳住功夫，自修自得，亦不坏事。能开荒的苦心接引，寸步有功，只是要小心注意，莫生疑惑。虽恶事难行，但至诚改革，天必佑之。能结缘的和气耐烦，众人沾光，上天欢喜，切莫疑惑枉费余钱。一本万历明去暗来，是没疑惑，佛法是无形的，超生堕落，眼前事看不见，岂知道看得见时，想行善改过就迟了。修行人是好事感，丝丝毫毫护法神都见察明白，记录在册簿之上，他日三朝对岸抵赖不得。无人在道场中，阅历未深，智慧尚浅，看见几多违规破戒，一切败坏之事难保无疑，岂知各修各得，个人生死个人了。众人不信，我要信，始终不二，撑起一团刚气，拿定一个雄心，断无有不到西方。所以多疑多惑者，皆是根基浅薄，冤孽迷心之人也。消冤孽第七，人自淫秽下世，生死轮回，造下无边罪业，冤缘相报，无有了期。今日投境修行，表闻一声，三曹通晓，那前劫冤魂都在地府等候，如何肯让你骗了？第一乃杀业之障，难以躲脱，纵隔三世、五世、八世，数百年之久，千万里之遥，他也找得来要命，所以这里开到那里就有冤障来缠绕，或是身疮病魔折，或是考风颠倒，或是水火之灾，或是跌打损伤，或是口舌生非，种种作闹都是冤孽，或者见鬼见妖，讨债取命，昼夜不安，心神恍惚，必然叫你退至破戒，依旧同冤孽一路而行。所以师尊教人立层层功德，以持斋消杀生之孽，以引恶扬善，消恶口两舌之孽，以刷书消一切奸道邪淫之孽。印书者需要舍得银钱，没有银钱者下苦心用功修持，其余开荒引众，办道结缘，总当消自己的冤孽。冤孽就是仇人，他日夜伺候，想害人性命，若自己大意放松一点，他就投了窍，冤障一上身，则元神不能做主，就越发糊涂，岂有不拜道之理？除修道持斋之外，更要常看经典圣训，常听好话，心中明白，依法行持，方能消得冤孽。现在男女不但冤孽未消，而且若冤孽添冤孽，比如贪高妄想，动火生气，争功夺果，
搬弄是非，不遵规矩，不受教训，尽都是自惹冤孽，自添冤孽。就这样，多少猿人被冤孽弄坏了，各处道场将成而又复败，财盛而又衰竭，风去风来，颠颠倒倒，皆由于冤孽未消。前前有前前之孽，后学有后学之孽，人多孽多，消解不开，所以起风降考，大猿人顶灾顶劫，小猿人魂飞魄散。冤孽真是厉害，盖道真则孽一真，不得真道，冤障可以迟缓；一得真道，冤障急速要清。这本冤障簿子，自己也不知多少，总要早早还清，落个干净身子才好。消冤孽之法，持斋之外，然总不如开荒打引设坛办道，皆以猿人为无量功德，能消无量冤孽。你看有功有德的贤良，人神欢喜，平安清吉，便是冤孽消清了。若事事不顺，遂常有错讹，还是未消清冤孽，诚恐临死之期，死得不清白，而宿夜现香，一灵真性，被冤孽扯住了，如何能往西方？依然走阎罗殿而已矣。改脾气第八，人生落在后天，个个都有脾气，脾气就是一种病，病重了就要伤命。第一大病，不敬天地，不孝双亲。敬天地者，体好生之德，存爱物之心，喜老怜贫，救急济难，敬惜自止，爱惜五壳，行一切之方便，以我心和天心。不仅是烧香磕头了事，孝顺父母者，守住自体，行善积德，办功修果，超度仙灵，酒后与善人同归极乐，是谓真孝。不但生死养葬了事，人若有了漫天地薄父母的脾气，其余再好些都不算人也。至于素行凶暴，要改为和平；素行轻狂，要改为稳重；素行动火，要改为忍耐；素行高大，要改为低小；素行讲话扯谎，要改为谨慎真实；素行狡猾奸诈，要改为公平正直；素行繁华奢侈，要改为朴实俭省；素行私心忌刻，要改为大公无我；素行窄狭急躁，要改为宽宏大量；素行胆大猖狂，要改为小心机密；素行图占便宜，爱取小利，要改为受苦吃亏，只认自己错处，不言他人错处，只思自己不是，不责他人不是，才算改进脾气。进道者要守五戒，就是应有脾气。人生千万罪孽，不从这些坏脾气招来，改了脾气就消了冤孽，反躬自奸，那样脾气重些，就在那样痛改，而且修行要有个好样子，才能感化于人。若脾气不改，榜样做坏，人家把道看轻，自己更招罪孽。大约世上之通弊，则人则民，则己则昏。岂思他人犯了什么，
我看见了，心中不服，口中又认。出来了，反之，我自犯了此等脾气，人家岂不谈笑？世上人百样坏的脾气，在生前自由自纵，死后见了阎君，一样样也不敢用，修行。人阎王虽然不管，而虚空神明监察，犯了脾气，坏了事，都记在册。簿上，酒后与你算账，凡一切小毛病尚可原情赦除，倘若犯了七师灭祖，六行倒背，不畏天命，误人功果，或投魔行邪，扰乱道根，种种大毛病，如何能逃五雷之诛？有许多浅浅大德，何以结果不祥？都是为毛病脾气所坏。诸毛病中有几件要紧的症候，是犯不得的。一曰傲，自恃聪明，自逞能干，不听师训，不道佛规，乱传修法，看不起人，有己忘形。或在富贵之家，忧不开身世，低不下心肠。或是读书之人，倚仗才学，满腹骄矜，变不了气质，何能修道？诸毛病易治，傲病难医，这一桩病也不知害坏了多少人。一曰贪，办事人要随缘随分，听天由命，不可妄想贪高，有等当道轻贪功。乱度贪做点船，贪不到手，生出恨田，就有欺师作魔之事。大贪大魔，小贪小魔，在道场中也不知多少人上了贪高的当。贪高反下，往往有知有智男女，只可行功了愿，只要真知真行，何愁无有品廉呢？反之，贪则必忌，定有你抢我夺之事，互相诽谤扯是弄非，同归于败而己。一曰刻薄，存心不可刻薄，用银钱亦不可刻薄。对待道亲后学，以宽厚为主，要体贴人家艰难，安忍人家心思，自己穿用饮食，但可俭省，而用人做事，全要银钱放宽些，大众才肯出力。若一味刻薄，又好则成人过，才一两刻，招怨必多，如何能办道场？三教圣人治下经典，那是一人毛病，毛病是后天血腥，在先天原没有的，是看小孩子两三岁时，浑然天理，喜怒笑哀，但是无心，那有什么毛病？只因后天渐渐长大，习惯越学越坏，所以有种种毛病。如今修行，正要反到小孩子之气象，小孩儿就是神仙之体，做神仙的人总没有脾气的。续度量第九，天之量大，包罗万象的之量大，生发万物。修行之度量，要天空的问量大，则福大，量小则福小。比如处苦日子，就是受冻受累，也知道是命，总不生怨恨之心，只以道为乐。如遇患难之时，就是受火烤，也知道有定数，总不生退悔之心。如有人毁我谤我，不
与他争辩，久则自消。有人辱我、骂我，总不听他，由他、让他，不回避他。《金刚经》里说，今生为人清该，即消前世罪，任他百般糟蹋，只是替我消业，我得了便宜，他这堕了一身罪。再者，修行人心中要开阔宽展，才好做功夫。若今日争长短，明日对是非，反装了一肚子气，岂不扰乱心思，自惹烦恼吗？总要把是非长短颠倒错乱的杂事一齐放下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何妨自己吃亏。至于同堂道亲，有君子亦有小人，君子好呆，小人难呆，唯一概宽宏大量，不张扬人家短处，不占人分毫便宜，不装大，不自恃，不自夸功果。如是不得罪于君子，亦不招怨于小人，到处可以去。倘若心肠窄小，眼皮浅薄，总是看见人家不是，说人家不好，自己吃不得一点屈，包含不得一点事，如何能全功果，享清修之福？道场中上下前嫌，只为好动火，好生气，也不知坏了许多前程。一心之火能烧万众青山，不怕你天大的功劳，只要一把无名火就烧坏了。无名一动，上而欺师尊，下而伤道众，血心用事，元神昏迷，未有不道堕落者也。要学度紧，全在发怒怒能忍，遇大事忍过去，可以免祸；遇小事忍过去，省得烦恼；遇小人忍过去，不招怨恨。忍而又忍，久则心气和平，自然怒不发了。而且红尘世界名为五浊世界，总是烦恼之坑，那有清凉之境？若量小心窄，将来处处挂碍，时刻争闹，岂不苦死？有何趣味？当思一切不如意的事，转眼即空，本无可争，更不必怒。况修行亦不过各了各愿，各境各心，临时要照管自己的正事，那里有功夫去争闹发乎？培心得第十，心得者修行之根本。若是不谈心得，修行何意？七心败德之争也说不了许多，然有几件不可犯者，犯了定堕地狱。一日妄引宝，引宝前嫌是指路恩人，忘了指路恩人，岂不是七心败德，引宝师榜样？好，就要学他；引宝师榜样不好，不要学他，亦不要翻脸。一日背离前嫌，前嫌平日开示救你出苦，恩重如山，听不进忠言，内心不知自成，翻了脸又去投别人，如此七心败德，难逃震雷之诛。或有前嫌偏投魔道，被阻忘根，那就依不得他，各做各事，勿训人情。一日欺压道亲，或自恃才学，或自夸门事，或自仗有功，看不起穷寒老实之人，遇人办事
又存嫉妒之心，暗地去阻塞强夺，此乃私心量小，亦是坏德。又有等口是心非，狡猾奸诈，在师尊面前全不说实话，总是表自己之功劳，扯人家之败露，翻了脸打算开借闹事，说糊涂大话吓人，如此欺心败德，天地断不容情的。又有福心未断，色根未除，时时胡思乱想，有许多对不得人，说不出口的念头，甚且暗中破戒，明的做人，这个样子怎瞒得神明。又有贪财之小人，专占便宜，哄骗人家赢钱，卑己论身，不思填海，有无功德能消，如此欺心，定变畜生还债。又有等不自量身份，一味贪事，办不下来之事，勉强去办，力量小，担子重，压出魔来图见。然不偿天命，甘犯佛规，岂不是欺心败德，自招堕落？又有认道果真，也晓得办公结缘，而自己情性不改，脾气暴躁，一时尊敬前贤，亲热道友，一时反面无情，且而薄呆父母，抵触师尊，或弟兄不和，大家争吵，此时根本之地差了，岂非欺心败德乎？多少道场里倒者声名赫赫，只因一念欺心，暗地做败德之事，上天不佑，宿孽缠身，刻有段落不堪者矣。故修行人应时时惧怕欺心败德，防范之法如下：一、要孝敬前贤；二、要久敬师尊；三、要和睦道亲；四、要正直无私；五、要无业自私，无惭愧处；六、要银钱清白，不沾分文；七、要守分安命，老成做事；八、要讲究根本，做好榜样；反对不住天的事，一件也不做；对不住人的话，半句也不说。宁可人欺我，我断不克人。果然心得培好，上可以感神，下可以感人，人神欢喜，自然不招魔考。办功则功成，修果则果就。知机密第十一。天机玄妙，不可妄泄。如今恶人满世，谤法者多，倘若张扬，必招风考。凡在道中，第一要口慎，如访有善人，八德之中能占一二，方可开示。如是悟道者，先送一本书与他看，他若欢喜，便做几次化他，一次谈善恶果报及杀生还债，人畜转换，来往有升有降之理。二次谈红尘苦恼，妻恩子爱之牵缠，名利富贵之虚假，老病死苦节节煎熬，一失人生，便堕畜道。纵然行善修福，能保人生，而福尽还堕，总难逃轮回之路，总难躲过阎君之手。看他信心，追问情由，至三次便说修来生，还是下等。若欲躲阎君，脱轮回，出苦海，超天堂，非大道不可也。
然后把大道根由续出，如今普渡其缘。诸佛下士不可错过，修道者能超先王父母，报上天降道之恩，救自己之苦。他果能立志修行，再说要守戒，要安顿夫妻儿女，不作魔，不打扰，才好修行。他能一一答应，再说修行门路甚多，有邪有正，有真有假，把一切杂法害人之事点点续明，免他疑惑，并说大道尊贵难访难求，非很久尽兴斋戒沐浴不可。等他过三五月，果然诚心求道，再谈人生累劫以来各代无边罪业不先消，罪果好事难成，要多看经训，多行外功。他果然依法，再说要求名师，但切莫轻言师是何人，师在何处，只教他诚心改革，替他去访，通信于师之后，不可一同前去的，要前前斟酌一番，方可接引。如遇旁门魔子，欠愿归根，更要细心考察，不可轻易引人。如遇生懂官家，更不可大意。开荒之苦，功不小，然而不知机密，容易惹风妄引匪人，待罪亦不小。至于开设佛堂，乃慈航之码头，猿人之聚处，更不可不小心。同道不同师，不可引入外来门头斋宫，盖不应酬。如今奸猾人多，往往借名打混，总要留心，莫轻加理会。在佛堂往来，不可东家说西家，卖堂内之事，不必续与那堂内人听，待到清出境，以适当时机位移，善配不可乱散，规条组帖不可轻贴，或与人传看，引人不贪多，度千度万不如度一成真，同谈办事，不可争夺，助人成美，自有天知，强功者无功，本道中吵闹，令人看清，就有阻塞善门之罪，男女避嫌，各取方便，不许私的戏。与同照同凳，若是和女结妇，更要留心，不可大意，堂内出入须分梯次，紧要之事，等前前到了，再行引入，一批离去了，再引一批，干道会毕，再接昏道，不许男女同一堂说话，礼佛办道，要和睦邻家，不得罪小人，要为正人护法，有风要起，设法防嫌，可以暗散。所以跑路走信之人，要会答应说话，口风要紧，要共交代，共心腹，开荒办道，要耐得烦，忍得气，受得屈，吃得亏，也要亮，认得人的好歹，耳要硬，不可听前世是非，度量要宽，容得下重人，加以机密小心，自然能成事修己，众生各执恒业，不许乱走。合而言之，要依规矩法则，才不惹风，不招罪。所以道场拜路办事受考时，都有无规矩法则，因此不机密开荒的猖狂乱扯，贪多滥饮，办道的出入张扬，
北人混进，一旦风起，你扯我，我扯你，大家挡不住，遂至受人谤佛，获罪不小。真修士依法行持，小心机密，风考总小些，如获不幸，天降奇考，定数难逃，一生承当。保全忠孝，顶接救世者，死后定正上品，若多扯他人，连累师友，死了还要戴罪。至于坤道，不可出走远门，果无挂碍，有志办道，更要检点非人的相宜，切勿乱往。所谓机密之法，全在谨言择人而教，言语不谨，惹出是非，又烦恼，又招罪。不择人而教，吃亏上当，连累道场。当后学要机密，当前贤更要机密，前贤乃后学之根本，行止进退，隐藏未妙，若到处出面，声名躺出，罪易招风。乾坤二道，切不可拿前贤做招牌，当前贤者半道日久，大半无家，全靠后学未佳，故要平时机密，前贤才能安住，若不机密，何能停周乎？受模考第十二，模考之以来，有内考，有外考，有期考，有气考，有顺考，有逆考，有颠倒考。内考者，身疮受害，水火之灾，盗贼之患，蛇咬虫伤，夫打惊痛。外考者，邻里毁谤，官府禁止。其考者，破家清业，受刑罪，亡儿女。气考者，受层层冤枉，有口难辩，恩反未酬。若是富贵之人，以顺考之，酒色财气，名利恩爱，摆在眼前，热闹绝短，丢不开，打不过，定然败道矣。若是贫贱人，以逆考之，衣食困苦，奔波劳碌，运气不好，事事被考，考得心昏意乱，罪易退道矣。更有些富贵后贫贱的，受不下辛苦，改变心意，埋怨不该修行，这样名为颠倒考。合而言之，考试上天意，诸佛慈悲，其中有几层道理，一层未分清别浊，先佛临凡未清，异类爱人未浊，普度一开，污浊并进，上天特降考魔。清者根深，越考越深，浊者根浅，一考必退。好比雪霜一降，草木变色，独有松波长青。又好比道子用木先一扬，风火一打，那些粗糠败子都落在一边，那实力五双宝道子留作珍种，生生不死。但考一层，是消一层冤孽。人自内劫以来，罪积如山，今日进道，冤孽断断不肯放，就是修道时斋也难消得干净，所以上天降考，你等吃些亏，受些苦，就是你的心意可坚固。如果真心不退，则考一次，消一次冤孽，暗中一重就轻，死罪改活之处甚多。如前劫孽重，该当来生便处，一世有了。
几次考，把来世之劫赦免了。此中机关，谁各懂的？也有将房舍田、产银钱等相折抵灾星的，这岂不是诸佛慈悲，上天好意？亦曾为定他国位，诸佛下士历届九品莲台，依功定夺八大誓愿者为九六元人顶灾，往往受大魔考，有大魔考，乃有大声赏，如徐阳二祖、木工火金、诸位古佛、杀生成道，做万世榜样，正三天极品。由此看来，若非降考，岂能定莲台高下乎？普渡以来，考出了多少大真人？无魔不成真，无考不成道。又有一等是前劫中定，罪业难逃，非舍身不能乐道，所以千劫冤孽一劫消者也。更有一层当领袖的，久在佛门贪望高大，或私积功德，肥家润身，或祖色贤良，野蛮功德，当后学的，苦功苦行，多年勤劳，被上人冤屈，不能出头，上天降考，考的那些假领袖，现行作魔，自道堕落，等那受屈之贤良出头办事，更上换下，金牌倒挂，一考就有变动的，而且脾气毛病全要考魔才能改变。出进道者，或是高傲，或是胆大，或是逞能，或是讲话，一切毛病原人亦是有的，唯受几回折磨，自然知道小心。再者凭心细想，有考魔可以明白功罪，上天监察，总不放松，这里犯了什么罪，那里就有魔来的。明白的认罪忏悔，求神赦罪，永不再犯，又可以逢凶化吉，诸如当初唐僧取经，天定九九八，意难未满，不能成圣。若未经过磨难，即便成功，五百年后凡心一动，就折下来，只有历尽红尘苦恼，凡心辞尽，才可以依了永了，再不投东，永不下世。可见魔考正是助人成道，犹如斧凿雕琢之功，所以成就器材。若是个真人被魔磨好了，不是真人被魔磨坏了，把生死由天，任凭什么魔考，不当作前功之业，安心死奈，不讲退悔话，不生怨恨心，就是饿死、冻死、刀兵而死，也算成全我生死大事，才是金刚铁汉。道中男女各有各的魔考，黄风黑雨是外来之魔考，而平时在家又有零零碎碎之魔，最易散心退至，或是前嫌道亲脾气不好，言语怒骂，主事呕气，朝朝暮暮，也难忍受。或是儿女牵绝，情深爱重，明知是冤，推脱不了，欢喜烦恼，都是障道。又有亲友往来，应酬长了，热热闹闹，时时打扰一切俗事，攀扯去做一切闲话，东讲西说，也不知耽搁了多少阵事。是
这几层掩面考磨，不知不觉就把修行荒误了。其实修道全靠自己做主，忍气耐烦，丢不开，狠心去丢，舍不得，狠心去舍，万无可难丢舍之理。也要看得淡，偷得稳，以盛世为重，以凡事为轻。所有虚假恩情，热闹门面，总替不得我的生死大事。于污秽中修清净，于火坑中种莲花，这种才是大智慧，好贤良。凡正心诚意，死不退道之人，上天定然爱惜，替你消解灾厄，纵欲魔考，暗中自有护法显应，可将大事，可化为无事。这些消息都是我们阅历过来，所以层层说的清白，诸位谨记在心，欲魔考来时，心中自有吧。丙，神智自不昏迷。立外功第十三。这回万佛出世，幕后依着人神同忙，三曹会议全靠功德卫冕。无外功，内果难修，功多果自强。单传之时，先把内果修成，再立外功满愿。如今普渡之时，办功在先，修果在次。第一奇功，替老接引缘人，尽心竭力，不辞劳苦，时时刻刻以救度位念五浊世界恶人众多，总是北佛谤道，功最难办，难办的办得下来才算奇功。若得大道，只图清闲自在，顾自己不顾他人，便是私心，非上天所愿，何能成道？再者个人身上带有累劫之冤孽，不办苦功，如何消得清？若仅是自守，不可谓办功，若稍有一点机会，就要立功及时，再迟就无功可办，但要照规矩办，不可以乱办。这回普渡不是在天宫立下誓愿来的，许多前贤受尽千磨万难，纵使家眷误会或遇危险之时，了结生命，绝无一点埋怨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总是照前办。道场中即使道清稀少，也极力重新整顿，磁州重新收拾，皆因当初誓愿在先，不办了不得誓愿，就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老。办大功者永不退缩，没有说什么归隐修己之事，莫疑或内功未成，竟在外功上行走，恐怕自己无凭证，岂知办功闷了，灭尽冤消，神来奏助，但是不能把无暇二字害了自身。即使终日奔忙，不能内修，亦要在天明或晚间抽暇静养，否则悟道三寸气断之时，悔难正果。况动虚度人，静则度己，偷闲时即可做内功。尤其平日先要做好自己的榜样，沉静稳当，谦和小心，不贪财不动气，又要有内德，脸上常带几分道气，这才办得了道真元人。一进道就会想要外建功内修德，若不想进功修德者，
就算是真缘人，亦不过小因小果两旁伺候而已。开堂戒律势必不可少，佛堂是一座天桥，缘人归西必留之路，上接下引，要紧之关，地下一间佛堂，天下一朵莲花，办出一间佛堂，一千三百善，所有修行者均在这佛堂法船上，来日修成正果，也将报答引渡之功。其次若拿银钱铸道者，皆是给人天之福缘，一本万利之事，所谓拿东方无法带走之前，存在西方之功德，这个算盘要会打，因为纵留下黄金千万两，也难买生死的。至于贫苦的，多做一点无畏师，当事情到来，不可推张脱理，能吃的亏，能受的苦，能久磨不退，自然办功功成。同样也是打方助道，其功德更大。无人应庆幸根源深厚，才有机会办道，所以只要尽心，自然有其功德在里面。然而功中有罪，有不可不知，比如开荒事功而不照规矩，胡乱拉扯，又是罪。设坛事功而不知机密，胆大招风，又是罪。其在道场中或妄费银钱，贪图供养，喜穿华美，又或待人刻薄，不存厚道，私心嫉妒强夺未能，又或借道为名，扯用功德，肥润身家，如此都是功中之罪。有了一罪，就折了一功。时下男女有烟赌不能戒禁的，有不讲规矩行动轻狂的，有性情高傲动火生气的，有拨事弄非张口扯谎的，有懒惰放荡毫不行持的，有五戒不清口硬心虚的，有偏好奸诈心思不正的，有乱扯结束说糊涂大话的，有心神恍惚怕受魔考的，有与师作魔忘恩负义的，有不认根本自立门户的，有说颠倒魔化祸乱人心的，有讨好现成两边抢坠的，有吝啬不舍视钱如命的，有脾气凶暴同人争闹的，有做坏榜样招下败露的，一切等相虽在道中也是个罪人。即使勉强饮一二人烧几炷香念几句经，也还功不抵罪，总是要改毛病赔心得，还规矩听交代，常思自己进道犯什么罪，思尽无知，知罪必改，自然无罪，则办一功算一功矣。此时还不见高下，日后龙华会上功罪分明，丝毫不能抵赖，那时想忏悔就不能了。如今个人福心自问，有那些过错尚有你忏悔，切不可说没有罪，莫以为不要紧，且把经如是愿，口中念念，心中想想，不要自己哄自己，哄下地狱去了。像我们自办道以来，功却不少，罪亦甚多，一是妄开诽人之罪，二是不依机密之罪，三是误人功果之罪，
自是嫌疑未毕，规矩未遵之罪，所以招出重考。若因办道失败，从此不办，待罪更深，岂不是终归地狱？故而不敢歇手，任他狂风大浪，依然拿舵撑高，全忘乾坤二道，一心一德，尽力凑助。有才者助才，有力者助力，能说者助言，把这无边苦海渡江过去，永享逍遥，同归极乐，岂不快哉？修内果第十四，龙华三会，药果传奇，诸佛下凡，了愿了劫，都是完全内果，若不修办，怎回家乡？行住坐卧，一手玄关，勤加在人，白日可以偷的一进，夜晚清早，都是守的时候，子时阳生，定然要进，第一要练。睡魔，睡魔到宝是一大害，长夜不眠，守单位高，昏沉之时，听他自眠，把元神提在顶上，总不可酣呼大睡。如有子女而后，先要节欲，而后立志绝欲。修道之人，最忌走失真阳，行住坐卧，上手悬观，呼吸听其自然，丹田之气自必上升，如行大小便状，不可放松。有事时回无光之乡，以一手之；无事时回有相之光，合一反照。平时皆不可东西乱望，把真光飞叫惯了，真光不散，神不远走，时时要守，行住坐卧皆然。以坐为例，坐字乃两人共一土，土即玄关方寸之地，两人离他不得，观之以目，犹要听之以耳，目视之，室外日月交光，耳听之，室内日月交光。这一窍玄关，直经万千诸佛诸祖，由一窍而成，千经万典都是印证这一窍。如书曰：常目在兹，道书曰：机在目。佛云：心目之所在，道在眼前，谁人能识？识之不练，真是愚痴。玄关开透，一窍通，则百窍皆通，以后功夫容易。二六十中不离这个，就是手里做事，口内说话，心意亦可按手。先天元神藏在玄关，是为自信真人。无相菩萨浑身是假，这点是真。若玄关不开，是自闭天堂之路。命中之时，一点灵魂，人从眼耳鼻舌四门出去，还是难逃阎王之手。二不功夫，用离火下降，烧熬丹田，不可着香，听其自然，如常常温暖，才能闭住的户。打坐最易招魔，或手脚乱动，心跳肉颤，或眼见白光红光，一切东西物件鸟兽草木等样，或耳听中古之声，都是冤孽未消，或者天堂光景，或见菩萨往来，都是幻景食神。还要多看经典，多陪外公，才守得如意，功夫要做出效验，直到那刻不守，就浑身不好过，越守越好，舍不得下单，真是乐境。那
有什么苦处，只是初下手要练睡魔，狠下几月苦功，以后熟惯就不费力了。这个口诀不可看轻，包含千层玄妙，配合阴阳五行、乾坤八卦、天干地支、日月星斗、四时八节、寒暑化液、万物生生、画画的道理都在其内。鸟之飞，鱼之跃跃，花木之开放，五谷之成熟，皆我生道基。我生即天地，天地即我生也。但会口诀还是老谱子，而一节中有一节之玄妙，即有一节之危险。有真药，有假药，有真丹，有幻丹，官有真官，有假官，内药外药有走失之时，进火退火有缓急之用，进的不得法由生病，其中层次法则全要前贤止破自己参悟，大约守玄关，在神意收定，不可着力提气，恐提起伏火，有头昏脑热之病，全在心意专一，不可着力逼闷，需要流通自然，身体放松，太紧则生烦火，采药开关，不可着力提饮止，可以随之，最怕提住伏火，逼烧命门，误以为转关，则生病矣。注：积去浊，浊重在紧开头。有妄念，则药不生，浊未去尽，阳中杂阴气，切莫生提。第一，以不漏为主，则精气充足，甘露必多，上下贯欲不至伏火发烧，自然无病。许多做出病来的，一由于着力助火，二由于心不圆通，居逼太甚，三由于机位铸成，上有走漏，四由于污浊混杂，勉强身体，五由于睡魔昏沉，阴气阻滞，六由于念头散乱，心源不清，身出幻境，误时未真，七由于孽未消清，魔来扰海，八由于窍未睁开，杂口鼻之呼吸，用意升降，九由于甘露不真，举咽津，反伤内息，十由于起居不调，毛窍受风，寒热逼人，更有老病未除，闷头急行，心火上炎，而病转重，使有不依法则，自做聪明，以假笑验当好功夫，弄成不治之病。更有烧之笑验，因好动无名，火烧丹本，得病难越者，定有色根未断，静坐时忽动欲火，甚妄动，今已欲流，忍而成病，或邪毒服内，发胃恶疮者，肿肿毛病，说之不尽，非是功夫能成病，乃不会做功夫，自然出病耳。这些口诀不可不知，但亦不可动存着想，还乃是脱胎神话，名胃无胃，是没有口诀的，到那时也要前贤指点。现在男女大半用的周天之法，个人自己做到什么样子，不知足真是假，有疑惑之处，定要请问，不可含糊，无论有效无效，猛勇前进，每日静心
习以为常，不可今日推明日，明日等后日，等到阎王送信，百病临身，依然动一番病苦，只算得一个空闻道窍之人，此时有果无果，在人自修，谁来管着你？后来灾难到了，山妖水怪出来害人，且而遍地刀兵五魔作闹，有果者玄关一手放出微光，可以降服的他，无果者心惊胆战，魂飞魄散，还与俗人一样遭劫，看你埋怨那个。你我修道乃是躲生生死死千万轮回之劫，不是躲一时刀兵之劫，但十至三灾八难都是有的。劫狱者收恶人归地狱，送善人上天堂，正是催赶猿人早回西方，下等人功果并进，中下人急不能办功，全要诵经打坐。有功之人先功后果，修果容易，无功之人多招魔障，修果难些，所以要苦修，要速速修，修果又有大成小成之分。大成者结丹出神，温养脱壳，小成者一窍通，三关开，真阳上升，法轮常转，大成并小果，总免得轮回之路。当此普渡给六万余年渊源大障，原有生死，各有来因，不得一样的根基。生缘分大者，功果一半，归空之时，丹书下照，明白自然，根浅。缘小者，功果难办，临危时也不免于魔病，不病不魔，冤业未消。但要元神作主，心不昏迷耳，此人死后加修，还后诸佛提拔。有一等人前劫孽重，魔考难消，临大劫舍身拼命，这样虽未见修功果，亦在月生之力。盖上天所重者忠孝之心，所喜者劫烈之气，定要格外施恩。至于无重考者，又不可说，一死了事。有功的可以死后加封，无功果的自悟前程，然而生死二字不由自己做主，必须诚心诚意感革神明，暗中可以天福天寿。既然修行，总要成功。道暗，切莫想修来生，这个至尊至贵之道，岂是你修来生的？切莫说说修不到，尽心竭力，至死方修，大小总有成就，上天依作功底多，依因正果而己知不失。第十五，办公要人捐财，亦是考人的大题目。见得到，看得到，才知捐财是好事。诸如放生印书，是眼易见的，而道场中更有许多铺张安顿之是。第一，办道结缘，是普渡中一件大事。如今大道通行，慈航遍地，大船要大码头，小船要小码头，一方一所必有聚会之所，上接下引，教的一切佛事最为紧难，而应酬宾客又有等分不同比，如贤良中有官宦体统呆之，有富豪就要富家气象呆之，有文人
学士就要依文人礼仪待之，其间衣服饮食等用度，原不讲奢华好。看，总要与人相称，与人相宜，又要和光混俗。况且君子劳心功，养不可太弱小人劳力，衣食亦要周全。水路陆路，舟行车行，火食盘费，动及千里之途，通盘打算，非银钱充足，则用度难知。如无可用度，则彼此不能往来，上下办事不能通路，岂非败局？所以祖师定下章程，立出规矩，叫天上的贤良同心同德，视同一体。以上至下，以下承上，祖师掌盘，分命号守时的，号守时的分命头顶顶行，分命万部恩堂，事事不得不调功助道，以天下之才消天下之业，救天下之人性命，成天下之功。至公无私，光明正大，凡在道中男女贫寒者，不能勉强，若有余之家，定要舍财，舍不得财，消不得业，救了不得生死。且因前世修积，上天赐你的银钱与你今生使用，亦不教你独自受用，也要你多做好事，以你之有余补他人之不足。如今修行者，衣食之用可以省俭，婚娶之费可以省俭，红尘应酬可以省俭，省下银钱，常持斋，消杀业，多印书，广结善缘，再量力捐出助道。比如捐在上堂，供养往来师兵，定沾佛光不少，捐与道亲，他开荒分工与你，捐与自己前贤上下之用，即你功德。若捐在本方，会作结缘，人神欢喜，多少体面，其于济人利物，行时时之方便，总非舍财不可。试看红尘中之人，枉费银钱，反买一身罪孽。至于未到捐出，乃是借东家之财买西方佛的，一本万利，存在天堂，是一桩大便宜。俗语云：东家不穷，西家不富，这回普渡正是办西家之事，就是办完家业，上天自有照看，断断不至叫你饿死。况且当前闲的，也要体谅人家有无，并不是亲人家业，逼人穷苦。普渡以来，多少大圆人舍身舍命，即使遭乱死而不怨，岂有令银钱而不能舍之理？真得一盘莲台，省似黄金万两，再者三奇时至，名为扫世劫，大难一到，万般都化为灰尘，性命难保，银钱何意？何如趁这时节看破，量家财之多少，留的七分度日，失二三分，不上算盘，做施工济贫，助道结缘之资，孽也消了，德也赔了，后来跳出节外，说不尽的好风光，想不尽的好荣耀，还愁什么衣食？规矩上说，穷人出力为主，富者舍财助功，功德一样，出力者如佛前办功，
不然如剪自指，掩白骨，除当涂之瓦石，去造路之荆棘，都不用钱的好事。富贵不能出力，其财以为利，要自己会打算盘。难舍务必要舍，当舍必须要早舍，切不可疑疑惑惑，怕弄穷了，日子难过，又怕余钱白送了，不得力，又怕交与欠钱手，不知他怎样用法，岂知上天济公，分文毕露，那个白送了，你只认真，况钱钱是何等人？不必追问他如何用法，功在何处，孽在何处？他能用的你的银钱，自然消得你的冤孽。钱钱断不敢私用，断不敢妄用，但出了你的手，天地鬼神皆知之。倘若钱钱肥家润身，那是佛法不容的。多少钱把自己家业办完了，银钱用尽了，犹为猿人奔波劳碌，原是想救众生出苦，岂专为银钱而来？奈何无资财，则不能行走，不能办事，不能用人，不能知应上下，故何以教大众出钱助道之有也？成人之美，消己之孽，孽尽功成，你才知道出钱好处。此时有财不舍，到后来功果不成，流落在后，你反埋怨钱钱，当初不说明道理，失误其缘，此时大道未明，正在办事，要银钱铺张安顿，捐财者正捐在得利有用之时，其功无穷。此日不舍，等待何时？一旦等到普渡后的收缘结束，无道可修，无功可行，道不办了，大道横于数人，普天供养，内外一家也不要你捐财了，有财你也捐不得了。试想诸位众生，累劫以来积下无边罪孽，大半是由银钱造出，这回修行，罪孽如何消解？只好将银钱抵赎，所以叫人捐财。祖师慈悲，替你想方法，忏悔罪孽，立功培德，求出苦海。万空歌云，金也空，银也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？无人迅速醒悟，莫等无常一道，万有皆空，趁早看破银钱，不如将这虚空之国宝来换这不空的果位，何等便宜！人生数十年，只要习福不作孽，穿衣吃饭能用几多？何必苦苦把这银钱蓄积，不肯放手？转眼气断，竟让与儿孙滥用了。或被外人分占了，自己落得一双空手去见阎君，岂不到底痴呆？若说钱钱要钱，不是要想上下半道，非钱断乎不行。从今以后，诸位乾坤果然信心无疑，个人量力，除家修功夫，求事之外，多的多捐，少的少捐，每年每人总要捐一次，为认定立功消业四字，钱钱断不敢滥用你的，上天神明定不辜负你的功，不可多生疑惑，自悟前程。
我今层层说民乃不得已之苦心，倘未思计，定遭五雷之诛，永堕地狱之苦。炼心意第十六。这个假身子是装大害，千百万样铺张打算，心妖作怪，竟为假身而已。然也不能罪全归于身，这身子乃一团死肉，有气以运之，方能活动，其为身之主，心而已矣。心之所发，为心意之用，能上天堂，能下地狱，做仙佛，变畜类，都由心意造作所为。心猿意马，千生万劫，无由修习。修行全要练心意，练心者，此心也。心何意思？不动凡心，不逞色心，不纵血心，犹如死了一样。死了人心，才活道心。尊三规，守五戒，正是用死心法子。心不死，断不能尊规守戒。凡任道恍惚做功无效验者，皆由心意放荡之故。平时之荡惯了，遇着邪境坏事，可以动心意的，是把持不住，开戒违规。顷刻之间，所有层层冤孽，那样不从自己心意招来的，心意变化千头万绪，而总不外乎三心。三心者，一日过去心，以往之事好歹都是做梦，欢喜烦恼，过去即空，是亲是冤，计较何意？世上人偏偏要把己过之事挂念在心，这样那样，来来往往，同人家会面也是谈讲过去之事，岂不痴呆？一日未来心，未来之事看不见，拿不定。今日打算明日事，还有不定的明日事，今日断想不出来。世上人偏要空思妄想，现在穷，想后来富；现在富，又怕后来穷。幼年夫妻想到老来常作伴，儿女周岁又想后来婚嫁时有房舍，又想改造有田产，又想多添。中年人就想到八十岁花甲过，更想百春，岂知红尘中事，一步换行，转眼变动，今日酒席言同饮，来年谁在谁亡。今晚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朝穿不穿。一口气不来，就是死尸了。昨日街头有走马，今朝关内几年尸，生死都在呼吸之间，怎么由得你思想？况万般百事都是命里注定，一饮一食莫非前因？思想十件事，后来就有九件不如意，何苦去操那些冤枉心？人若不存过去心，不生未来心，心中清净，何等自然？除此过去未来之心，尚有现在心。现在心，但将不易事，把欢喜当真；遇不如意事，把烦恼当真。贪爱什么，就把心意贴在什么上，起知现在事，亦是一种阻碍。若只空思想亦枉然，是有难处、急处、忙处、忧闷之处，
越思越想，越累不了，主意打定，当做就做，不能做就丢开。对于现在衣食过得去则可，然而各安恒业，穷富听天，胡思乱想，何益于事？修行人随缘随分，现在日子也不计念已，往也不算计将来，扫三心，归一心而己。然而心最灵通，意最活懂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香，如何收拾它？往往学道者，纵然没有坏邪念，而浮想浮念者，总割不断。浮想浮念者，无一定之念，无一定之想，忽而念这样，忽而念那样，一个时刻想上想下，想东想西，也不知起多少意念，好比乱思无有头绪，心死起了，连自己身子都忘记在何处。心一知去，由四门而走，眼观色，心随色走，耳听声，心随声走，鼻闻香，心随香走，口贪味，心随味走，心走则神走，神走则气走，气走即精血枯，速老速病，以至于死而玄关一窍，正是练心意之法。九节功夫，节节是练心意，心源在玄关里锁，一马在玄关里拴，时刻不离玄关，即时刻练心意也。心意一望，毕生妄动，就把玄关刻一手，着力反照，妄心自服，杂念便消。久而久之，心意练得纯熟，任随什么繁华热闹，可喜可爱之事，也不能引诱我，任随他什么艰难困苦，可畏可怕之事，也不能摇动我。心经上说，无眼耳鼻舌心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正是练心意之效验。平时心意守定，一定要说话也可以说话，要做事也可以做事，要应酬也可以应酬，只是意不放荡远走，偶然走出去，即回光追转。心在何处，神即聚在何处，气归何处，精意化为气，而与神合一，神气合，即是炼魂至魄之功。魂乃食神，味力结轮回之种子，贪财好色，为魔作道，白日胡思乱想，夜里睡梦颠倒，坑害精气神三宝。然心意灵觉，反为魂所食意，修行以心意为主宰，统摄精气神三宝，则魂一受管束，永无颠倒之害。练心意即所以练魂魄，练来练去，造化与虚空同体，无常何敢见面，阎王何处找许。所以清净时，要忘万缘，放下了心了意，节节功夫全要心意，细而又细，静而又静。心意一散，药也走了，丹也坏了，火也冷了，呼吸也不均了，真阳未生时，全靠心意聚团。大药要转时，全仗心意推运，进火止火，心意粗不得一点，放不得一点，有功夫之人心意烦躁不得，
动火生气不得，大欢喜，大忧愁不得，何以烦恼？动火生气，忧喜过度，皆能招魔障。凡冤孽之害人，魔怪之附体，都是怪人心之放荡。若二六十中心不放荡，何由招的罪孽千妖万怪都不能近身的？一切烧香礼拜，皆是放心之法，而手悬开，为练心意第一者。这个心意为通天彻的无价之宝，可惜在红尘中不会用它，只晓得用在凡情俗世，枉活一生，轮回万劫，苦不尽言矣。那里知道圣贤仙佛高超三界，跳出五行，全凭心意做功夫。所谓道念如同成念，成佛时成心爱做道心，凡夫即佛。红尘人用心意者，聪明伶俐，执着计较，总是成空。你我修行练了心意，无用执着，不去计较，学一个痴人装几分呆气，练到公园果满之时，从心所欲随意变化，岂不逍遥快乐哉？你们诸位说功夫难做，又说没有闲工，这多是自己哄自己。请问一日之中有几个时辰心意在玄关乎？大约说起话来就忘记了，烦恼时又忘记了，欢喜时又忘记了，慌忙做事时又忘记了，见有人来去应酬时又忘记了，出门定路时又忘记了。如果一心三思内守，时刻不忘，那有无效验？经上说，供养一尊罗汉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无心者，无烦心、邪心、色心，只有道心黏黏默默，浑浑沌沌，有心亦无心。凡人之善恶邪正不定，然做出去，才见得一起心，一动念，鬼神已知矣。盖人各有元神，元神即在光顶上。念善念正，其光明亮；念邪念恶，其光昏暗。神明时在空中监察，即随人顶光之明暗，考察善恶邪正。这个念头是丝毫瞒不得的。修行人妄念动了最坏事，然正心诚意之功，正是指妄念其妄想而己。心经说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其妄指妄即是远离颠倒。在这轮回之苦都从心意生出，心意偏在色命中之时打入轮回，受色之苦；心意偏在财命中之时打入轮回，受财之苦。当日里博识善能化马，一心一意专用在马命中之时堕于马胎。有一僧人心意爱蛇，一生养蛇命中之时堕于蛇胎。你看心意二字显忽不显？经上有说，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。这一生之中有许多众生，眼耳是众生，口鼻是众生，心意变化无数无边之众生。
眼部贪色，是度了眼众生，是度了耳众生。不起妄念，是度了心意之众生。心生种种法生，法生则有种种苦厄，心灭种种法灭，法灭则度种种苦厄而归涅槃。金刚经云，应我所住而生其心，盖我所住于人心而道心自生矣。明旁门第十七。三界内外无量劫来，都是缘会所管，一缘之始，天地一开，一缘之中，天地一合。天地从无极生来，无极之天为天外之天，是诸佛菩萨归根之所。一缘会之中始，无极之知，诸佛菩萨亦要应运下凡维持世界。天开于子，的辟于丑，人生于淫，生人之始，五老练行而一临真性，从无极而降，本是先根佛种，累劫以来改头换面，年生越久，忘记归家之路，九六元人流落东市，贪恋红尘，不得仙佛下凡点化，何能返本还原？这些元人何以定要渡回？盖缘会尽时，天地有坏，人物一齐消化，真性灵光也飘散没有了。在将来再造化乾坤，每个分性要归位，所以当此五会之位，要一齐渡回，为无量劫后生化人根之际，在成会时出会龙华然登长道，渡回二义四会时，二会龙华释迦长道，渡回二义上。有九二元人困在东土，这回普渡为三会龙华，上天为普渡大事早于数千年间早日安排预备，诸佛菩萨往往来来，都是为普渡之根基。周朝末年，三教并立，分为三大支，都是单传先天之大到秦汉而后，文治太盛，世事繁华，真道藏隐而不露，儒教一衰矣。至五代梁朝时，西方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尊者奉天命而来东土，为中华初代祖师扫除文字，直指先天大道，乃普渡之正脉。后传二祖神光，三祖普安，四祖曹洞，五祖黄梅，六祖慧能，七祖白马，八祖罗公远镇。在唐朝之时，七祖八祖法传火宅，道归儒家，此时普渡尚早，上天把大道收回，祖脉不传，八百余年，到了明末清初，天命皇九祖遥接祖位，三其十至矣。九祖传无十祖，十祖传和十一祖，十一祖传十二元祖，十二祖初开普渡，通行道根，乃传徐杨十三祖，顶节而归先天，五老定会迎臣，天人交接，定下普渡章程，姚十四祖，王十五祖，刘十六祖，此乃弘扬十六代圆满。道传白羊，弥勒应运，陆祖为白羊出祖，大开普渡，后渡公长祖
继续办理幕后医者，三曹普传，平收万教，十方时的朴实。四头顶，万步天恩，铺张布置，大道偏于九州，海角天涯，猿人返。本此乃奉无极之敕命，千千诸佛，万万菩萨，都要皈依这个章程，才能成功定果。看起来是何等罕见罕闻之大事。奇缘奇遇，万劫一传，只有一门，并无二道，何以正道之外又有许多旁门？盖普天下男男女女，不尽然是缘根缘种，有天妖，有地魔，有山精水怪，有草木之妖，轮回中有千万类之畜生，是为异类，虽人形，全无佛性。上天命众仙佛来收猿人，又命众魔王来收异种，各做各的文章，旁门比正道更多，如潘门、姚门、大乘门、道士亲、进门、和尚三宝门，虽无真功，且能拔度，更有天大金丹二十四门，小金丹七十二门，文开门、武开门、喜怒哀乐四门，都是有相之杂法，招魔招病沾不得的，更有邪门，专讲法术，或能观音假名。乐以腾云驾雾，飞沙走石，能放飞刀，能使雷声，有移山倒海之神通。此时六阳将尽，一阴已生，六万年来修成妖怪，不世出头，害人扰乱世界，更有五斗天魔只动干戈，大闹得天昏的暗，鬼哭神嚎，任是铁打汉子也难逃出三奇。原来种子如何经得起这白羊大劫？所以万佛下世普泛慈州，把老儿女皆引在慈州之上，这慈州亦无形无相，然而佛法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妖见丧魂，鬼见妄行，且只度猿人，不度异类，而千万异类各钻入千万旁门，以魔以魔各从其类，大道一明，那些异类同归消灭，只有正法门富龙华是真猿人，时有慧心，断不肯走上不归路。也有那些异类知法，又习此假练各真人归正觉，夫旁门分明，本不同道，而由难办矣。一道之中，正变为旁，以旁乱正，道内生魔，分之深也。更是考人的题目，多少大角色考得心昏眼花，任题目不一，文章做错，选佛场中去了名字矣。每逢交盘之时，有一代真祖师，有一代假祖作魔。当初水祖掌事时，周格称尊，自立门户，设下剑其牌号，有形有相，祸乱人心，不满天下，坑害贤良，是为天魔。金祖掌事时，有假五行，自称收元，扰乱统系，亦大天魔也。金祖归西，密交孤太，封同道已不信三孤西归，四川又出小西华者，此乃天魔也。总而言之，一切去浊流清，亦以戒端考道，
大凡根浅。业重者，贪高妄想，不依法则，种种毛病，一起打入魔道，同归于败而己。至于真元人，时要高举慧眼，认清题目，何以根之所在，及祖之所在也。能归根即能认祖，祖之所在者何？道根即祖也。男女众生寡闻少见，不识不知，随波逐流，尚无大能，至于大小恩。唐更要眼亮耳硬，站稳脚跟，若背天理而信魔说，图便宜而投。魔君自魔魔人，自误误众，则一堕落，万劫难翻。唯当靠定道根，从公从正，始终不二，自有成功。总之新奇热闹，改口诀，说天机，以收元明道及在目前者，皆魔也。今年不改，又指来年。节节之物，自行败露，痴呆男女，甘受愚蒙，失误今生好事，都由累劫孽根，实是可怜，莫能救度。若真正归根，依法办事，则守冷淡之家风，按平常之情理，不妄谋天机，不轻言劫运，韬光养晦，莫呆天心，尽力随缘，死而后己思，可择善之事矣。旁正二字，关系嘴井为的正而辅之，勿论才之大小，公之巨细，皆有可靠，皆能沾光，宗在龙华会中之人。若错辅旁门，虽有才是枉用其才，虽有功是白送其功，即是尽孝，反为不忠不孝，皆天命之故也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可不畏乎？尊师传第十八。三教圣人，莫不有师，千古帝王，莫不有师。当此普度，有长道统知师尊，末后收元亦有办理收元之祖师。不敬三师，是谓忘恩，何能成道？尊敬师长者，敬其有道，就是年纪小于我，才学不及我，功名不如我，言辞不胜我，气象不高我，既然受开示之恩德，就要尊之敬之。若师之年纪大，才学高，功名有，言语气象皆可佩服，则尊之敬之，更不待言。尊敬有几层讲法，一者要心诚意实，不可欺瞒于师；二者说话要谨慎，不可冲撞于师；三者礼貌要周到，不可轻慢于师。三者之外，更要听师交代，凡事遵命，不可违命，即有能办应办之是，受师交代之后，不辞劳苦，竭力去做，做之不到，也要尽心。自己或有过错，尊师劝诫，或犯规矩，师则成，更要低声下气，守教改过，切莫暗动私心。就是师长有差错之事，误责之处，亦不可生气争辩，酒后自明。平时迎接师道，饮食需要清洁，供养需要诚恳，疾病需要小心服侍，功德盈前，交与师守，
不可起疑惑之心。其尊师之大者，替师开荒，替师办学，皆引元人铺张道场，尽忠尽孝，始终勤苦，做出尊师榜样，使人皆知尊师，则功大矣。其次，或奔走帮忙，或言语扶持，总要顾住道中大义，显得道中好处，皆尊师之事也。若遇风考，先要设法保全，或者师有大义之处，未免无过错，亦不妨于背后相劝，照规条上委婉见之，若练之不从，亦为自己护守其正，不照他行为可也。不得反面尸体，扬尸之短，张己之长，为师的好歹，自有上天监察，上天察考，与你后学无干。亦只要你自己真好，师即坏了事，也连累不到于你，只管尊师到底，重道到底，神必济功，断不亏负。况既有师资，办了多年道场，开了多少元人，经了累次讽考，根基缘分，宗在你后学之上，未必真有坏事。至所谓坏事者，或出富贵之说，或设疑似之间，多有余误传误听，未免受屈受冤，为后学者正当原情案例，替师设想一番，何得妄口诡污，自陷欺师之大罪，是思师先前度你之时，千言万语，苦心叮咛，恨不得一年半载就把你带到天堂。我们后学自出入门，依法行持，久之冤孽上身，渐渐生了一病，见这懈怠，就把大道看清了，清道必然清师，清师必然欺师。现在男女欺师者，多归于堕落，有因受责成，忍耐不住，动火而轻失者，有抢功夺果，说失心偏位，变心而欺失者，有贪弄钱财，骗收功德，昧己而欺失者，自性情高傲，脾气乖僻，仗势而欺失者，有心术诡诈，翻扯是非，狡口而欺师的，有私谋不遂，暗生怨恨，捏故而欺师的，有希图外赏，投他人而欺师的，有虚假哄诱，装模作样而欺师的，有把持地方，招生妄度而欺师的，有受考招风，使身退毁而欺师的，层层孽障，素之不尽，合而言之，欺师即欺心，欺心则欺天，其所遭天谴者必矣。凡在道男女，总要一心重道，一心尊师，听师言，依师行，靠的师尊，定然沾师的光，报的师的恩。目下群魔并出，纷纷扰乱，闹得世人心昏眼花，也不知谁真谁假，一时恍惚，懂脚就错，今要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判断其来历根由，才不致迷于前尘。盖有真师，即有真根，即有真祖，而师之所靠者，正为真根真祖之故，依其祖必归其根，归其根必尊其师，若不尊师，必无师矣。无师即无根，无根即无祖，
五祖不能还原版本，只有一桩不幸，师为冤孽所使，或姓邪头魔背了天命，灭了祖根，则断乎不可从也。能见者立位见证，不能见者总其自魔，切勿训其平时情念。将九生死大事要紧，只可随师上天堂，不可跟师下地狱，若遇此等师父无可奈何，则以仿上归根认祖，若是无路可仿，无信可通，则可闭门修己，依法而行，上天原有照顾，酒后亦能还原，切不可结魔党之缘，信魔党之事矣。归统契第十九。凡是我们修道的人，都应该明白道脉的复成，探寻根本，追求源头，直到即使循序渐进，尊师重道，不可跨越，也不可急躁进行。比如每个家庭至每个民族，都是有世世代代相互承袭的系统，既不能跨越，也不能藐视，所以遵守家庭的规范及民族的律法，就叫做规。规矩矩遵守秩序，一切事情都能有条有理而不会紊乱，然后才能齐。望每个家庭及每个民族都能年年繁荣茂盛，在修心养性方面也是一样，而且更应该了解道统的根源及脉系。有些人本来已有自己的祖，现却舍根本而追求虚幻，不知道自己所归属的道统根源，而无理糊徒追随旁道，甚而灭亲，并毁谤其原属祖先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连那些开导他们的点传师、引师、宝师，反介绍调度他们使之受益的诸位前辈大德等，都一概置之不理，视而不见。像这种人，就叫做忘本的人。忘本的人焉能守得住祖窍？所以认真的人，虽然每天动作不懈怠，还是不成功。大多数的人就是有这方面的缺陷。像庄子所说做捕鱼的竹器为的就是要捕鱼，但是当你捕到了鱼，你就认为这个竹器不重要了。曾经跌倒的人，因为有了教训，以后就不会跌倒了。然而以为从此不再跌倒的人，却又忘掉曾经跌倒的教训。讲道的人就是要闻明道义的真谛，然而听到的人在听完道理后就摒弃讲道的了。师不去抓住根本而去追求虚幻，像这种人很少有不失败的。即使草木之类植，都需有扎实的根部，然后才能生长茂盛的枝干树叶，绽开花朵，结实紧紧，更何况修道。所以我们岂可不去了解我们的道统及脉系呢？虽然在我们的道场里，大部分的人都了解我们的道统及脉系，但是不明了的人也是不少啊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道是天然古佛所传给我们的不二法门，所以凡事的闻道义而蒙受益处提升性的人，
都必须遵守恩师的教诲。恩师赐给我们的教导非常尊贵，永远都是我们的道统及脉系。修道的人如果都能明了我们的道统及脉系，就一定能携手合作，一同回归老的身边，归根故里。这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还希望各位前贤大德共勉。富龙华第二十三古龙华之慧，是人人可复的，本非难事，只要立志行持，尊崇道德，触己则先从人道着手。如是父母一孝，养体其心，顺从其志，而无丝毫倒背。如是兄一悌，处处恭敬，遇事和睦，而无执拗之心。如是主人一忠实，处处敬己之心，不存狡猾。如交友以诚信，不可欺诈。如对常上敬之以礼，不可紊乱而交抗。寻分依序，丧葬祭祀婚姻交际无往而不以礼节之。如待人以义，遇事和一事度，只需能明大义，不可遇事苛求，方何见义勇为之意。其他如廉也、耻也，更以讲求临财无苟的，临难无苟免，有丧人格之事，切莫强行。如是可尊崇八德，恕己人道尽而天道自何矣？能合天道而修道自成。龙华可复，犹须艰辛，一致勇往直前。外功多培，内功加紧，内外兼修，毅然有定手，湛然有定见，不逆意于事前，不犹疑于事后，不畏声色夺，不畏获利摇，不畏威武屈，不畏富贵晚，不畏贫困阻。如有才者，则舍财培德，对于济人利物之事，尽量为之，不可坐守财虏。有利者，则尽力而为，不可坐物，内德则依法行持，逐日无间，日积月累，功圆果满，自有富荣华之日。人人如此，人人可复，虽未空前绝后之举，恰亦亦能贵之事也。未与不幸，弃与忘之。http://www.library.com/category/cat-e-g-o-r-y9/c910.htm 回善书图书馆。http://www.library.com 首页。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，出世必要。前言：出世者，修真悟道之人所共惜，然出世之路何从也？